悲秋悲秋。一到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心里就找不着北，感觉到五脊六兽的这种情况下，你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悲秋？来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破悲秋的一个锻炼手段，我们就叫一战解千愁。其实说起来特别简单，你就把两个脚并紧，脚后跟略微提起来一点点，把两个手的中指贴近裤线，眼睛向前看，把下巴收起来，把脖子挺直，脚趾头点着地，脚后跟虚在地面上，就这样坚持一定时间。有些人说，赵老师，这个动作不就是站岗，他怎么会解千愁？来，今天告诉大家，其实特别有意思，当你感觉到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您就咬牙做这个动作，坚持10分钟到20分钟，你不但会感觉到全身的那种累，你还可以站出来，身体万马奔腾的那种感觉。其实站在那儿感觉比较累，那就是肌肉的一种用力的状态。万马奔腾的状态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过这样的练习，你就会热血沸腾。人只要在这个时间一热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会发生很好的改变。因此呢，一战解千愁，不妨您试一试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悲秋的手段。